间乘风破浪，成为台湾第一大新闻 YouTuber。 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在2020年11月17号被 NCC 宣布不予换照的前一天，仅有134.9万人订阅。一年之后，到了2021年11月底，中天电视已经超过269万订阅，增加134万个订阅数，弯道超车各台，成为台湾新闻与政治类频道订阅数最大的新闻 YouTuber。 YouTube 中天新闻频道在2020年11月17号被 NCC 宣布不予换照前一天，也只有50万个订阅。中天新闻转型一年，到2021年11月底，订阅数则超过了154万，增加104万个订阅，成长超过3倍。目前的订阅数排名抢进到第6名，仍旧持续加速成长当中。转型到网络后的中天，仍专注做好新闻内容，获得广大网友肯定。有中天，有真相，重大事件看中天。